好好吃呢。嗯，这个主要是它比较。等一下，可能哎，后面还有一份，还有一份，好吃哦，好好吃，拿架，等一下，拿架。你不要这样的看着我，叫你忘记你不答应，这个有点。不要这样的看着我，叫你来忘，叫你忘记你不答应，我就叫你出资料，你要是不高兴。接下来就是所自出事的名场面。写的这么小，你真是得不得了？我操！太丑了吧！厉害哦，你这怎么写出来的这种笔锋啊？哎，你很像一种那种网上那种字体。哇哦，哎，你很像那种网上那种字体啊。肖啊，我有写王肖就有毒了你。神经病吧，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这个也抹掉，我真的不故意。他妈思想怎么那么龌龊呀？别想了，你呀，我根本没想。你为什么学这个？接下来，肖战是要醒一搏。我也学过，为什么我写成这样？结果忘了脖子怎么写。我小时候学过。真的吗？软笔，不知道。软笔是法。小笔来。结果还是写不出来脖子。脖子怎么写？是哪个脖来着？王老师，王老师一讲，我鬼信你小时候学过，没有认真写，认真写，对，但是我是真的学过，老师看了应该也是。不太开心吧？肖，写到吧。站。哇，好棒！写什么？我向你道歉，你看看我呀！哎呀，就这两张写过字的，你看你都被你给拒绝了。那天晚上是我不对，我错了，我不应该翻墙，不应该喝酒，不应该跟你打架。但是我发誓，我真的不是故意挑衅你的，我真的没有看过你们家的家规，不然我肯定不会替你们把那整瓶茶都喝完。在本房间里偷偷的喝呀！而且咱们讲讲理啊，先打过来是谁啊？什么的？你要是不给我，咱们还可以好好聊。可是人家拿我是飞还手段，你就不能怪我。来，这你有没有在？春宫书在哪？我想看。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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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还万一有什么你我这边等你还没领到接下来仔细听哦我们也不知道陈导昨天看到了什么。好久没吃辣了。基本上没吃。哎，对这种，同性缘基本上吧。就是你的脸。马大爷这样啊？基本上看完这句啊？完全不吃辣，看着。酒都行了。啊？那就不行了。哇，王一博，你这脸小到是一个三角形哎。其实一博早就哭肿了眼，给我条活路好不好？为什么你要站那么高？好，不是站这是在走这边的吗？《陈情令》是2018年8月23日杀青。哎呀，杀青那天中午，大家都知道肖战一个人躲在车上哭了，可是却没有人知道一博在杀青前两天就已经哭红了双眼。杀青在即，肖战删了两人的微信，一直不肯加回来。一博一直在生闷气，肖战也是不停地哄弟弟。肖战当时是认为现实与世俗的状态下，俩人的恋情是不会有结果的，所以肖战决定杀青后到日本旅游出戏，顺便让弟弟和自己两人都冷静思考一下。陈导和剧组人员当时都看得很清楚，肖战的压力不只来自于两人的性别，也来自两人所属的公司。肖战在这时已经和挖机机瓦开始打解约诉讼，未来的诉讼不管输赢都是与公司撕破脸了，被拉踩、诋毁、报复的事都是一定会发生的。所以深思熟虑下，肖战宁可自己被攻击、被拉黑，也不愿去害到正在上升时期的弟弟。弟弟知道哥哥的决定，当然不愿意分手。在两天就要杀青了，弟弟不知道哭了多少次，力图说服哥哥。但是当时的他们还是太弱，俩人都知道以他们的实力是无法与大公司抗衡的。至于哥哥为什么要和公司打解约官司，网络上都可以去科普一下。什么也不能拉着弟弟一块送死。
分手的决定，肖战的内心其实比谁都痛苦。所以肖战杀青当日一个人躲着哭了一个中午，杀青隔日肖战在机场仍然被粉丝拍到哭肿的双眼。他知道以弟弟的个性，他一定会什么都不要，也会选择和自己在一起。但是弟弟的公司也栽培了弟弟这么多年，若是两人都出事了，要拿什么去赔人家啊？这些事情的严重性，哥哥一定和弟弟讨论过了。事后弟弟也证明了自己21岁决定的事，到81岁也是会坚持下去。看住哥哥，弟弟心里决定，无论多辛苦，也要努力工作，和哥哥一起解决这次的难题。还好，是由于弟弟的坚持，俩人现在都很好。陈情令的花絮才是证据。是情感的国校，陈情令播出都5年了，这份深情就是让人走不出来的原因。离别在即，俩人都是一样心痛的。肖战总是口是心非，明明大家都知道他躲着哭，还在弟弟面前强作欢笑。人心都是肉做的，陈导也都看在眼里。要感谢陈情令的花絮老师，让我们从此垂直入坑，永远伴随国校。